今天有三本书，现在发好不好啊？然后各位发的时候，我回答问题，回答问题。来，第一个问题，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3年前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定居，家中有供奉观世音菩萨、药师佛，平日我持诵《药师经》《普门品》《大悲咒》《心经》，可能因还在适应环境，所以一直心很乱。朋友说诵经太杂，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好。请问，我到底诵什么经心里才会安定？这个观念错了，不要管你心在想什么，专心诵经就会安定。如果你的动机说我要念这个经让我心安定，各位你试试看，晚上说我要睡着，我要睡着，保证你念到天亮还睡不着。因为你有一个说我要睡着，我好像会失眠，这个念头会干扰你。所以所谓诵经或修行是不要管自己，我现在得癌症也好，健康也好，因为我现在在念阿弥陀经，我现在在念心经，那你专心念，那你就超越自我。就像大乘说，你专心去慈悲就可以调伏自己的烦恼，很简单。那说我为了调伏烦恼所以我才来念经，那你这样来做，因为根本没有我，没有烦恼，你不要管它嘛。所以我想并不是因为你念太多经，而是你念经的动机跟方向不对啊。如果你不要管你有烦恼，你不要觉得你心很乱，因为你一直在我在很乱很乱很乱，所以我在很乱很乱念阿弥陀经，那就错了，不能如此啊。你念阿弥陀经普门品很专心的念，超越你的烦恼，超越你的笨在开刀，那就对了啊。就像我们要死亡了，不要管你要不要死亡，世间是假的，一心念阿弥陀佛观想极乐世界，那你就看到阿弥陀佛。如果你要想说哦，我要死了所以我要念阿弥陀佛，那你还是把观念卡在这个假象死亡里面，那是错的。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各位要抓到诀窍，抓到诀窍。不管做任何修行，融入皈依嘛，融入真理，不要在这个假象分别。再来，他说我们的妹妹在弟弟面前对我很好，后面对我很不好。做姐姐想对弟弟说，妹妹是双面人，很伤我的心。回家以后哭了好几天，弟弟又说妹妹背后没说过我的不是，对我不好。请问法师，我要跟弟弟说妹妹是怎么样的人？哦，不要管他啊，因为你这个情况你要小心哦。写这张的，你可能有慢慢你的心会变成一点忧郁症、怀疑症，那对你不好。因为我认为，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有原因，不要在乎这个弟弟妹妹，对你好不好？你要在乎的是我对他们好就好了，对我不好是你的事，我对你好是我该做的事。就像一个修行人有一只毒蝎子掉到水井，他去救他，结果毒蝎子夹他，人家就骂他，你不要救他嘛。他回答说，救他是我的事，咬我是他的事，对不对？那你不要太在乎这个事情啊，不要太在乎，因为你这样讲我有一点乱了啊。反正弟弟妹妹都好了，我天天幻想哪一天我如果有姐姐妹妹都好了。我现在因为很多事情需要人家帮忙，然后佛经说，比丘如果没有姐姐没有妹妹，又不能把东西交给他帮忙，只能交给男生啊，除非是你亲姐姐亲妹妹。所以我想姐妹是最重要的。再来，请问助念的时候可不可以带小孩子一起去参加助念，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如果你小朋友有一个悲心，他也不会怕。这个功德很大啊，因为小孩子他没有什么污染，他念出来的佛号，阿公喜不喜欢听小孩子的声音呢？很好听的，因为小孩子很纯真嘛，所以你这个小朋友如果有善根，非常好。小孩子只有10岁可以参加助念吗？当然可以，最好你带他来找我出家。能够助念，哇，这从小出家，我天天带他去助念了，那个往生者都欢喜哦，所以没关系。那今天台北车站心灵讲座的护持者来，钟玉红、钟怡珍护持40000元，愿业障消除，一切满愿。
我们楼下还有一部鱼车，30,000元。阿弥陀佛。好，那各位有没有拿到啊？我现在有一点像胡瓜主持节目啊，把握时间啊，所以我以前都会注意他们在掌握那个诀窍，如何像费玉清的节目我也会看啊，因为他们怎么样，所以金像奖在颁奖美国奖我都会看那个主持人怎么样掌握那个气氛。各位这个要学，你不要说对不起，我说阿弥陀佛了，因为对我来讲他们都在念佛，因为他们在度众生，怎么样用影像用语言又很有水准，是一个世界性的节目，各位都要看好不好。我以前我刚出家我边读经啊，我就会请人家把那个奥斯卡第一名的影片都拿给我看一次啊，后来大宝法王也跟我讲，所以我也请给他看啊，他要了解世界啊，了解众生啊，只是你要从这里面去抓到精髓啊。所以那个新闻广播电台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我经常幻想，哎呀，哪一天我们生命电视台有佛教主播都好了，大家就不用看他们了，看我们的。用现代的因果观来分析当今的政治，好不好啊？选佛陀，意思是说选有佛性的人，愿他们成佛，对不对？但是你要有消费者的那种胃口，你要满足他们的胃口，就像吃素一样，吃素当然好啊，那不好吃怎么吃呢？吃素要好吃，要便宜，引起人家来吃，对不对？那在吃素以后，头一看还看到生命电视台，懵狂，对不对？我拿个 DVD， 那你要创造这个方便嘛。所以我希望各位，现今的多元化社会啊，那要怎么做？来，半工半读。那半工半读是你要一半的时间花来思维三宝，念佛、念法、念僧啊，特别经典。半工呢，那你要从社会去学习佛法，从众生身上去实践佛法。你不能说那电视不看，新闻不关心，那不行啊。那怎么样的？就像他们那个在处决死人的时候，最近网络影片很多，我都会看，故意的。我以前不看，因为我看不下去，看了以后我晚上会不太好睡，因为会觉得很可怜。那后来我说这样不行，逃避不行，我就从头看到尾，而且很认真的帮他助念。哇，怨他那个时候没痛过，因为他活活被石头要砸死啊，被鞭打要死啊，印度的这些强奸犯都活活被打死啊，然后你要看，然后要很强烈的对他慈悲啊，然后修自他教化，这样对我们帮助非常大。那你就能够了解这个世间的疾苦。发给各位一张白色的是缅甸传统佛教，也是有根据的。有一位大多努佛学院的院长，他除了有这些传统的根据，而且他有禅定开发的神通，对于很多信徒的疑难杂症，他提出他对治的方法，而且我调查下来很管用。特别我这次我大哥啊开大刀差一点死，都已经医生都要钱，但是我就赶快问老和尚说帮他布施两个椰子啊，帮他点个灯，请他多诵经，然后我大哥就我拿给他念普门品，然后开刀出来非常顺利啊。这一次他对佛教就很有信心了，他认为说你这个方法管用啊所以我想那这一章呢，各位如果我每一场都有讲，今天就不讲了，那各位呢就回去看一看，如果有问题那他还在讨论。各位有没有拿到红色本子？慈心、悲心、菩提心，因为各位你们灯光比较暗了，不过读两句也好，请翻到32页。大乘的经典很多精髓把这个精髓化成行动实修我们不是学术研究，我们是为了真实要实践菩萨道而去深入经藏。
这样比较好。三十二页，第一条十二列下来，菩萨摩诃萨成就恶法，魔不能坏，何等恶？观一切法空，不舍一切众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部经啊，各位一定要看，大般若经太重要了啊，可能要将近两个月才看得完，但是太殊胜了。那我们修菩萨道要利益众生，不能被障碍，魔就是要障碍，因为你要帮助众生解脱，魔会不高兴啊，啊，就像我们去救护生命放生一样，总会有障碍。那你怎么样可以超越障碍呢？第一个，这也是成佛的方法，观一切法空。那各位你要真观，观自在的观，观是用心，用心去了解真相叫观，不是用眼睛。啊，眼睛是分别相，啊，但是如果你眼睛不执着有空性，那用眼睛也叫慧眼，那当然可以。观是看到真相，观一切法，什么是一切法？身体、感情、世界、政治、经济，这些都是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是无自性的，是空的。空不是没有，空只是一个暂时幻化，无法主宰单独的存在。那你要观一切法空，魔就障碍不了了。今天魔要障碍你，就是说有一个你被骂，所以魔就可以障碍你；魔用刀子要砍你，有一个身体我要被杀，所以魔就可以障碍你。所以释迦牟尼魔来障碍他说，他是空的，他只有悲心，魔没有办法攻击他的身体，因为他是悲心，所以所有的不好的都变成莲花，给他可以转化一切。所以各位一定要学习，每天晚上再念一次啊啊啊。二十一次观一切法，身心床都是空的，空能融入到佛的心里面。观一切法空，你不要被任何东西染着了。今天你走在路上，有一个男人对你微笑，哎呦，好甜啊，你完蛋了。啊，今天你走路有人骂你，哦，好生气，你完蛋了，因为你着那个东西了，不行的。啊，这个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观一切法空。第二。不舍一切众生，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认识你的，不认识你的，都是你要帮助的。一只猫，一只狗，各位要不要救流浪狗？要不要？要。要不要救猪？通通要救。要不要救坏人？也要。啊，你不能说我度佛教徒，我喜欢救流浪狗，我还吃猪肉，那你就分别了。所以不舍一切众生啊，以及一切，你爱一个人要爱所有人。你爱一个人要爱所有众生，所有众生我们不能放弃他，不能放弃他啊！所以这辈子跟你有缘的，像我现在出家了，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缘很重要啊！我虽然认识他，他不跟我不听我讲佛法，好可惜。我真希望我的小学同学一直到大学同学到社会上的同事都能够大家学习佛法，他到任何道场都没关系，只要我听到他在学习佛法，我们就很高兴啊，因为他得度了，他至少有离苦得乐了，所以我要不断的祈愿。但是眼前有任何生命在你面前，各位为他念个佛好不好啊？蟑螂来了，为他念阿弥陀佛。第十三，十亿梵天所问经四条念下：菩萨有四法，坚固其心而不疲倦；一者，于诸众生起大悲心。二者精进不懈，三者信解生死如梦，四者正思为佛之智慧。昨天我有讲过，我们既然发慈悲心、菩提心，要利益众生，如何让我们永不退转，很快乐，不疲倦？如果你去帮人家助念，你会觉得很累，天天叫你做烟供也会很累，这就是疲倦。所以各位，那你要找到方法让你不疲倦。天天在同一个位置坐会疲倦，如果我们天天都换地方，会不会疲倦呢？不会疲倦的。所以各位，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了。天天叫你待在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会疲倦，所以阿弥陀佛叫你天天到别的佛的世界去拜拜，对不对？再回来，你不会疲倦啊。所以菩萨如何让自己坚固不退的？第一个，于诸众生起大悲心，这是最重要的啊。慈悲如大海。啊，慈悲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慈悲是我们修行最主要的原因，圆满慈悲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各位要思维众生苦，于诸众生起大悲心，所以善思如母众，你要一直意念着他们的苦，千万不要去记他的缺点，他对我不好，他对我不好，他干嘛这样对待我，你就会恨对方，然后你就不会升起悲心，那不对，你说啊，他好可惜，他不懂佛教的因果，他造了这个恶业怎么办啊，他将来很苦的，我怎么样的帮助他，你不但不会怪他，你还会同情他，恶者精进不懈怠，那各位就要很努力的找时间故意去精进，不要懒惰。三者信解生死如梦，那各位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的，不要太在乎生死，要在乎的是众生的生死啊。所以生死反正是一种游戏，生死是会度众生的机会，生死是一种休息哎啊，我这辈子死了，然后我休息，下辈子换个样子继续努力多好啊。但是如果死了去极乐世界也是休息一下，然后赶快再来又开始努力啊。各位下辈子除了去极乐世界要投胎去哪里算好了没有，你要想好吗？想好不见得可以去啊，但至少要想好。下辈子我要投胎在非洲度众生可以啊，下辈子我要投胎在美国啊，哦如何如何，下辈子我要投胎在大陆啊，都可以。下辈子投胎在台湾好不好，那也更好啊。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没有隔音之谜，第一个是佛陀，第二个是谁知道吗？伽马巴啊，他没有隔音之谜，他就可以知道他过去是现在的，所以这种人又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凡夫没办法，十地菩萨那这快成佛了那你就甚至已经成佛了，有个讲法伽马巴早就成佛了，现在只是来示现了所以他没有隔音之谜啊。是者正思为佛之智慧，这是最重要的。为了要利益众生，我们要有佛的智慧啊，佛的智慧可以调，可以了解一切世间一切啊，可以调伏一切过去现在未来，那我们要多的去追求跟思维。第十四，来修习慈悲念，舍离缠取心，常乐在空闲，是则菩提道。大宝积经三律一会，什么是菩提道呢？不离大悲心。第二，舍离缠取，我们修行人要直心啊，像小孩子一样直心啊，不要弯弯曲曲啊，不要讲假话，不要爱加过给舍离，对吧？啊，你要直心，让人家觉得说你这个人很厚道，直心啊。常乐在空闲什么意思？虽然很忙，人忙心不忙。你说你内心里面保持在极静处，虽然我做很多事啊，我们去慈悲啊，我们去承担很多事情，但是这个都是幻化的，幻化的，一切法毕竟空，我们只是为了利用这个世间的变化来修习悲心，来结善缘，来帮助对方，这里面一切法都不能执着，所以要安住在这个极静里面，那这样就是一个菩萨道啊，所以菩萨道不离大悲心、直心、空性的意思。第十五，来，诸声闻持唯能自救，诸菩萨持毕竟度脱一切众生。大宝积经这个很重要。虽然你在读地藏经，但是你想的是哦，我读地藏经不会堕落恶道，将来往生净土，这个还叫声闻持，了解吗？并不是说你是南传比丘就是声闻持，搞不好你是密宗呢，你是修大乘佛教，但是你把佛法拿给自己用，你是想要解脱自己，那就是声为能自度。但是菩萨虽然你是南传比丘，但是你想了我在念持经八地文，真的是当愿众生都离苦得乐，那个叫菩萨持。所以我想佛教所谓的大乘小乘不在于你修哪一个法门，如果你修哪一个法门你有一点骄傲，那你没有掌握到佛法啊。我们是只是说随缘将我的方法来奉献给对方啊，希望对你有用，而不是我否定你的方法，你的方法你要保留，我所知道的提供你用，你所知道的提供你用，我们都希望众生离苦，所以要有一种菩萨的发心，所以菩萨的慈心才能够就近度脱一切众生。所以各位一定要掌握自己，佛这样讲是希望我们一定要发菩萨的慈悲心，好不好？好不好？没问题了，台湾交给各位。
还要去度众生，各位要跑遍全世界，好不好啊？因为你已经开悟了嘛，你已经发起菩萨的悲心了，那你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可以跑遍世界了，有没有道理？但是你不要说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了，随缘学一学哦，只要是利益众生的方法，我们统统学哦，不离念佛，再来十六，若能自他利，彼人善可叹，义德是名称，即得就近道。所以修行一定要对自己有帮助，对众生有帮助。对自己有帮助，就是追求空性，断烦恼；对众生有帮助，那脱离轮回。这个人就是我们可以赞叹他啊，彼人善可叹，也可以得到世间的好的圆满的名称。释迦牟尼佛的名声好不好啊？是因为人可以死，人可以离开，但是要留下一个善的好的名称，让人家赞叹学习你啊。所以反过来，一切世间所有誓愿及出世间所有誓愿，无有能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誓愿无胜无上大方便佛报恩经。大家发菩提心好不好？真的要发菩提心，一定要成佛，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这是无上心，是世间所有。那既然你知道了，你还发世间的愿干嘛？要不要结婚？不要。结婚以后呢？随缘，度对方就好了，管他在不在，对不对？生了儿子度他就好了，儿子在也好不在也好，度他，他不接受你随缘，但是你要爱儿子的方法去爱所有的生命，为他们而成佛，要带他们成佛。各位一定要发愿，一定要成佛，好不好？这是一定要做的，那这样才能够利益广大众生。为了要成佛，安住空性，不舍众生，追求菩提，圆满波罗蜜。那我想佛要我们发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所有善法都是佛法，所有佛法都要学习，只要帮助众生了，都要学习。你不能说我只喜欢念佛，不喜欢唵嘛呢叭咪吽，我只唵嘛呢叭咪吽，不读地藏经，那不可惜了嘛？读了地藏经要读，密续要读，巴利文要不要读啊？要读啊！巴利文可以令众生解脱生死了，那你都要广学一切。再来第十八，以嗔报嗔者，是则为恶人；不以嗔报嗔，不嗔胜于嗔。所以各位从今天开始不要生气，好不好？不要怨恨别人，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就是菩萨。菩萨的根本是忍辱啊。所以别人生气，我用生气火上加火，那你是坏人，对不对？是恶知识。不以嗔报嗔，不嗔胜于嗔。所以释迦牟尼佛别人骂他，骂了三天三夜，他就在等他这样。他说你今天骂的我跟昨天不一样了，我已经改变了，对方就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各位这样就可以度对方。后来那个人还跟他出家了，被佛陀感动了。但是如果对方生气，所以各位你去放生啊，你去烟供啊，你去助念啊，别人骂你，笑笑，对不起，对不起，这样继续念就好了。像我以前刚开始在恒春去助念。你们电话当时来，我师公没来啊！阿弥陀佛，我再回家念，明天再。因为人家他的妹妹学佛，他的哥哥又讨厌佛教，对不对？他妹妹叫我们当然要去啊，他哥哥骂我们就阿弥陀佛，回向给他。那你不能说哦，我来跟你念那个对外下拜，那你会生气，你就失去菩萨资格了，那不行啊。所以第十九来，不可愿。愿终以得修习，行忍得习愿，此名如来法出要经。你做什么都要如法。什么叫如法？如来之法，按照佛经，按照三宝的教戒，不要用个人的想法，了解吗？今天我讲佛法是按照海涛法师个人的想法，那你不要听，赶快离开，那没用。那这个法师讲的是如来法，按照经典，这合法，那我再听，好不好？依法不依人，请记住这句话。那头，所以我们听佛法，
研究佛经，希望自己在面对世间的变化无常，待人接物是依着如来法。如来法是什么？不能报复，不能以怨止怨，不要怨就停止痛苦了。行忍的人可以洗掉怨恨，所以我想各位这一点你要做好决定，因为菩萨道不能恨，不能骂。我曾经被出家人告过，然后赔了40万台币啊，然后别人就说海大法师你不要理他，我说不行不行不行，他照世间法这样做啊，我们还是要赔啊，那赔呢，然后希望他不要再生气，对不对？下回碰到他，反正这个40万嘛，这个跟4亿跟4块钱一样意思，对不对？那能够做到的就赶快让他过去，因为你不赔他，他更告你，知道吧？事情会闹得天花地覆，那对方造的业更大。后来他在外面碰到我了，还对我还不错，哦，40万管用，啊，对不对？当作度一个人，这个法师少造一些口业，那对大家都好嘛，但是各位你要忍，因为他用世间法来对待佛法，那因为他的想法就是世间法，他没有用佛法，你要体检，他就用世间法来处理事情，所以那没办法，这是我们自己要以后要小心，第二十，来，和者多利，忍辱最贱，忍者无怨，必为人尊。各位，作为一个修行人，要成为人尊呐，人上人，让别人尊敬你，那你要有力量，力量从哪里来？忍辱，忍别人伤害你还容易呢，忍欲望的诱惑那还不容易啊，了解吗？所以各位，连欲望、连顺境你都要忍，逆境本来要忍，顺境更要忍，不要被顺境拖走了。所以，那能够修忍辱人就没有敌人了啊。21，来，嗔恚则是染爱果报，贪着则是愚痴果报。一个人为什么会生气？因为你爱嘛，我爱你，你不对我好，所以我骂你嘛，所以有爱就有恨嘛。所以嗔恚是因为爱染爱的果报才会生气嘛。各位会不会对你老公生气啊？因为你爱他嘛。因为你如果对他没有爱染执着，你怎么会骂他呢？所以就不要爱染执着，就不会有嗔恚了。佛陀是这样讲，对不对？你要喝甜的，哇，那你就会执着了。所以贪着是愚痴果报，为什么要贪？这个世间一切都是不清净苦的，你干嘛贪？所以贪着是愚痴，一个人如果愚痴执着，不了解真相，他就会贪着。那贪着以后就会嗔恚，然后他就是这个缘起法连带关系的，所以根本的来讲就是愚痴，愚痴就是我执，不了解真相，那你就会贪着，贪着就会生气，然后呢就不断的造业轮回。经典重不重要？你要依教奉行，你要知道吧。好，我们念最后一句了，来，22，无自摄心，以忍为宝，是心屡恶，犹自投火，天神帝王虽未多利，不如忍恶其利无上，罗云忍入经。释迦牟尼佛的儿子一开始他不懂佛法，造了一些恶业，佛陀给他教化，那盆水脏了，谁要用啊？所以你如果不好，就像脏水，大家讨厌你。后来罗诃罗听到以后，他不跟人家争了，没地方睡，只要大家没地方睡，他就一个人去睡厕所，他都睡厕所。那佛陀赞叹他，那他讲出罗诃罗讲出自己修忍辱的功德，所以不管睡厕所，他说我自己控制自己，以忍为宝，我能够吃亏忍辱，那这是最好。所以如果放纵你的心去跟人家争造恶业，就像投火自焚一样，对不对？所以天神帝王好像很有力量，不如能够忍恶，睡厕所被欺负，所以他叫密行第一罗诃罗尊者，这个力量是无上。所以金刚手菩萨成为金刚手菩萨，这么大力量也是从忍辱来的。所以我想各位，现在我们末法你要度众生啊，那你要有忍辱做基本，你不要发泄啊，你不要动不动发飙啊，那你就破功了，了解吗？你就没有度众生的力量，这个非常重要，重不重要？再来，另外一本慈悲心，
这一本我已经发了几百遍了，请翻到137页。等一下，最后我要发给各位捷运品，念下来，椰奶烟供甘露香。啊，椰奶，你手摸一摸都有椰奶味哦。啊，还有来慈悲甘露药香。哦，慈悲甘露香。那一天我们会计来抗议，师傅，你一直送一直送，2000多万啊。啊，我说我们功德到了，还送得完呢。因为这些都是钱做的存的，但是到处结缘，因为我们一个人做烟供有限了，各位拿回家到处点，会不会世界都冒烟啊？多好啊！哎呀，2000多万一年来做了很多功德啊！因为有人扶持燃灯协会，不够的很多人扶持我都给他填进去，所以各位重不重要？哎，太好，这里面有很多人的扶持啊，但是需要大家点一根香，好不好啊？念烟供仪轨啊，上供下施啊，观想哦，整个世界由你的家变成台湾，台湾变成世界，充满了甘露，嗡啊吽啊，妙玉烟供，如海妙玉清净此云供，对不对？上供三宝，护法上神，慈悲回向六道众生，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嗡啊吽啊，一切伦理众生勿远，祈愿三轮清净解法界，嗡啊吽。所以大家来做，来137页。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希望各位把药箱点在医院、点在屠宰场、点在学校门口，好不好？学校晚上下课了，啊，那个黑暗的路上、菜市场，那各位要把佛的力量透过这个方便，因为人也要健康，我们为他点烟供，点烟供药供，人可以健康，可以发财，居所平安，往生者、中阴身可以得到超度。重不重要啊？所以在这一本红色的，如果各位今天没有，可以拿回家法会读诵本啊，烟供功德，好不好啊？这一本蓝色的也有烟供功德啊，各种的功德，回去真的看一下，好不好啊？拜托看一下，翻到137页，第一念一下，真正能让我们学习慈悲的地方，是在有苦难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像医院、屠宰场等，都是我们学习慈悲的道场，奉献身心的慈悲前来，大家一起来慈悲，好不好？我祈愿大家修悲心啊，能够出家的早一点出家。我要办佛学院的，找不到人了怎么办？啊，英文佛学院、国际佛学院，我一直跑国外。都跟他们做学生交换了、啊，缅甸、泰国、不丹呢、啊，我都去找好了，但现在找不到人呢，啊，所以各位把你先生供养过来啊，把你那个会赚钱的儿子布施出来啊，干脆你最后也一起来啊，啊，因为大家做菩萨，但是不能出家没关系，在家认真好不好啊？你家里就是道场，啊，你去买菜也是道场，啊，你去超市买，那边也是道场，让大家把悲心融入一杯水就变甘露水，悲心融入声音就变成佛号。我想动机决定一切，并不是你点了多少香、画了多少水、烧了多少东西，而是你加入了悲心，加入了悲心的动机，为他们念阿弥陀佛。啊，换过来138，当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不再怨恨他人，不再排斥他人，并且慈爱一切生命。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任何的痛苦，都将能应刃而解。试着接受逆境，与逆境为友，那么我们所感受到的苦，反而会融化在我们的慈悲之中。啊，所以各位，你主动的去慈悲，就可以消除痛苦。像我刚刚这样念了、啊，我很祈求各位，你练习练习，念得很好，然后来加入电视台的配音工作，好不好啊？把这个念得很好，然后我们就加上荧幕，加上景，然后就是念，多好！旁边还加一个海涛法语，我还谢谢你嘞。啊，哎呦，还是念得慢慢的，慢慢的。因为人家在开车嘛，
边听啊，对不对？本来要发飙，一听算了，对不对？有法的加持，所以我认为佛法的越浅就好。你念国语，念傣语好不好？念客家话，念英文，层次又高一点了。念日文，所以现在各位用各种的方法来把佛法浅化。那这个句子很好，加一些好的影片，就像在脸书啊、微信上面，人家都是很好的图片法语，对不对？这样就可以帮助很多众生。再来，第三，来，素食能够使我们身心清净，并增长慈悲心。当我们身心达到一定的清净与调柔时，智慧也将自然地得到增长与明利。佛陀于《涅槃经》中说：“一切佛子不得食肉，食肉即断慈悲种子。食肉者非佛弟子。”这是佛陀的金口良言，我们应该深思，并且依教奉行。所以愿大家修慈悲心，不吃肉，好不好啊？进一步，我们多做素食便当，跟人家结缘，不要说指定哪种人，有钱人也来吃，学生也来吃。如果你住在台大左右，你住在哪一个学生的地区，开一个早餐店，每天提供100份素食，结缘完了，你能够做多少做多少没关系，你在家里做10份便当，在你的社区里面有一些需要关怀的人，因为。我们在苗栗做才发觉，哎呦，这个世界很可怜，我们就不能停，因为儿子都不在，老婆中风，老公有一点生病，也没办法煮饭，对不对？然后如果我们不煮，他们就停了，对吧？所以他在拿便当，拿2个，拿4个，一听，哎呀，赶快做，那但是可以跟他们结缘。还有那些有钱人也喜欢，他说不好意思去排队，以为人家说我是乞丐。那以后说没关系，留电话，我们送去你家。因为他说他媳妇不给煮给他吃啊，他有钱，媳妇不给他煮的，他来这边吃多快乐啊！所以我想，吃很重要，用吃跟对方结缘，这是很大的悲心。对方愿意吃素人，慈不慈悲啊？太慈悲，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菩萨，所以希望大家吃素，推广吃素，好不好？进一步带众生忏悔。进一步能够放生护生，这个最圆满。我们念最后一句，第四，来，当我们被所爱的对象背叛时，爱就会有转为激烈嗔恨的可能性。世间男女的爱情常是爱恨交织的心理在作祟，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辈子先不谈什么大慈大悲，只先谈不吃醋，不怀恨，先定好这个原则，再渐渐地增长我们的慈悲心。我们这一批人发个愿，生生世世不再溺于恋爱苦海当中，好不好啊？生生世世在苦海行慈悲就好了，不要掉落苦海，掉落苦海互相念一下把你吊起来。哎呦，太痛苦了，掉落苦海。因为有爱就有恨了，但是我觉得女人很好，因为女人有丰富的这种感情爱情。这个佛教没有靠女人，佛教会倒的呢。佛教都是女性在护持，对不对？因为女性更有爱心悲心啊，会去护持佛教。因为我这几十年来做了很多佛教事业，我就看一看了，都是女人在护持啊。大部分，所以这个女性的力量很大。那个女性如果能够把这个感情的变成一种悲心跟力量，这个佛教兴盛了，所以我想，但男人嘛，男人还好了，我不是说男人不好，男人比较酷酷的，对不对？各位，男人要学女人，女人要学男人，以后我们都不是人，对不对？都超越男人与女人，变成佛了，佛就是不是人嘛，对不对？没有人性，只有佛性。所以我真的这样学过，我师父要我扮演一段时间女人，他要我去学，因为我这个人很阳刚，现在不会了，我以前刚出家很酷的那我师父说这样不行，你要关照观察女人的思想行为举止你要去学习学习。我现在还比较
中性一点点，不过对女人我还是有一点怕这样而已。啊，所以怕不是什么，因为如果对方不是爱染心，我就不会怕了。啊，但是往往有时候控制不了，那就没办法啊，不能伤害对方啊。所以各位，不要谈感情就不会痛苦。曾经有没有人爱情背叛你？有没有？都不敢讲。非常好啊，那是个生命的经验啊，让你看到爱情的真相啊，然后你就会吃醋，你就会痛苦，你就会挣扎，这个是非常好。你要从痛苦里面去找到痛苦的因，痛苦的因是谁让你痛苦？对，你的嫉妒心，你的嗔恨心，你的吃醋，你的爱染心，你要找到重点。所以痛苦是自己给你的，所以你要去除这个，你就没有痛苦，永无痛苦，永远有保障。你千万不要说别人来保护你，要自己保护自己。所以佛陀说了，来保护自己，进一步保护众生啊，你能够保护自己就能够保护众生。好，我们今天很谢谢我们台北歌中心大家的发心，然后呢等一下结缘品会发给各位是吧，啊，在外面，然后我们现在来回向好不好？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父母祖先恩，上报国家社会各级领导恩，回向世界各国领袖冷静处理国际事务啊。现在因为大家就有一点对这个事情有意见了，我们一直回向一直回向啊。来，上报所有众生恩啊，要从心里面感谢蟑螂蚂蚁，任何一个人，任何天人地鬼，都是我们的父母曾经奉献给我们，现在他们在受苦，所以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渐渐离苦，乃至得到解脱，要这样报恩。上报三宝加持恩，下济地狱苦。各位要多思维地狱的苦，佛经说以悲心思维众生的苦，可以消无量业障，来世生梵天，断烦恼。光思维，哪怕你一颗米丢出去他们都没吃到，但是你有那个悲心，那你已经能够消无量业障。所以各位要思维他们的苦，而为他们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们。下是恶鬼苦，嗡阿吽，愿得甘露，永离饥渴。嗡阿吽，下是畜生苦，阿弥陀丹伽，哈夏萨玛哈，嗡嘛呢呗咪吽。我这个方法是我每天这样念的啊，所以说想到地狱道我要念什么，想到恶鬼道我要念，想到人道我要念什么，然后每天这样观修慈悲啊，因为这样你不见得要打坐很久，但是你这个保持这个思想啊，来回向所有堕胎胎儿。那么不动如来，所有自杀者，所有爆炸死亡者，那么不动如来啊，回向卢须长老、宽裕长老，所有长老法师啊，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我们就是希望大家都发菩提心，好不好啊？啊，希望大家都来分担佛陀的责任，来帮助众生，大家都发菩提心，也做佛陀的儿子，将来我们都要成佛啊。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愿现世父母、六亲眷属、一切参与者、病苦者同享功德，身体健康，富贵自在，一切满愿。回向父母祖先、七世父母、堕胎胎儿、冤亲债主同享功德，消冤解结，永离三途，同生净土。对呀，他班长这样
好啊，伯纳，那也说啊，好，我也祈愿各位多做功德，也回向给我们，我们到全世界，希望能够对他们有帮助。我们也把所做的功德也回向给各位，大家互相加持，阿弥陀佛。好，谢谢法师，谢谢大家。